一切善恶反复，这就是造善业、造恶业的。成佛愿力，生彼国者，出不退故，是名正定。这一句也非常重要。我们念佛往生，全靠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！一定要全心投靠。什么叫全心投靠呢？不能够夹杂丝毫杂念在里头，就是全身投靠啊！要把这个世间一切尘缘统统放下，包括这个身体都不要有丝毫留念。没有丝毫分别执着，一心一意只是求生净土，只是求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佛是决定有感应的，一定会来接引的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纵然边地一乘往生的不算在里面，这个39品是肯定在里面的，39品呢，那就包括凡圣同居图下下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了不得了，阿惟越智菩萨。不但是正三不退呀，圆正三不退。因为正三不退在华严经里面，圆教初住菩萨就是三不退了。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就这三种不退都得到了。